中美好皆是虚妄，他所爱所求终将消散，苦难才是真实。我身与一月族地下契约又如何？不管宿命如何，正邪是非，我可以自己选择。我绝不会成为魔神。是吗？那我不妨再告诉你们一件事。就在魔神与一月族缔下契约的那天，尊上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日，属下们应当如何分辨魔胎？毕竟邪骨乃是隐秘之物，探查起来并不容易。吾之魔胎自当与众不同，听闻凡间有人编纂画本一说，那吾便效仿他们，为这魔胎定下他的命数吧。他将弑母而生，长于朱蒙碧瓦之中，却备受冷落欺侮。他是个怪物，就让他学小狗。凶多呢，连反抗都不会，揍他！你不会咬人，你只会碍眼。吾要他走上云端，风云陛下，尝到高高在上的滋味，一朝春风得意，看尽繁花，再让他一朝跌落谷底，遭遇背叛怨恨。即便婴期欲语，难念无下，仍难逃骨肉相残，夫妻反目，受尽人间苦楚。太太君，你现在就杀了我！我会每天吃香你，诅咒你！叶希望，你杀了我！不，不要再说了。他们都是你最亲的人。无论他做什么都只是徒劳，他的生命中美好皆是虚妄，他所爱所求终将消散，苦难才是真实。叶星梦，你说话呀！他会一无所有，还不够，我要他进入仙门，以为自己走上了所谓的正道，得到了所谓的师友温情，却发现不过是一场虚妄，最终事实成魔。这样的话本地面，你觉得可还精彩？